会希望那个人他能够知道你每一秒钟你要做什么，然后在你要求他之前他都帮你设想。那种 moment 叫灵光乍现，可是既然叫灵光乍现，他就不会天天出现。你真的天天出现，我认识几个不错的看护可以介绍。我也在想跟纳豆哥好像特别来电了。如果我们只能够带两样东西离开地球到外太空去，你最想带什么东西？我的专辑。好来戏哦，不要看这个。